I love playing League. To stay on the Rift, I want to keep winning, make semis, make finals. Just keep winning so that I can keep playing against players like Vega and Xiaohu. And just playing the game I love. G2 한테 지긴 했지만 그리고 또 내일 어떻게 될지 모르지만 결국엔 우승을 하는 게 가장 중요하다 생각하고요. RNG에 대해서는 일단 바텀 갈라 선수의 캐리력이 네, 그 팀의 승리 패턴이고 그 부분에서 그냥 제가 잘 맞대준다면 쉽게 이길 수 있을 거라 생각합니다. 무论 对手是谁 무论 挑战多大 我们都会拿下胜利 我们将会卫冕 我们毫不畏惧 将会全力以赴 战胜比我们更强大的敌人。We definitely treat the games against specifically PSG as must wins. We can't afford to drop games to them. 就是他们上路选手 Impact， 其实我已经在这次 NSI 算起来是已经第三次跟他交手了，就我也很熟悉他的打法，就每天会想办法压制他。Cap và Yizhu đánh có một lối chơi rất là mẫu lửa hiệu chiến. Thì trong trận lần đầu đầu tiên mình với Cap thì mình rất hào hứng muốn đo kỹ năng của anh ta.Truyền thống của Buffalo luôn cho Yizhu ăn hành. What the f*** are these Buffalo? It's like, why do they want to beat us? Like, I don't even know them. But then I talk to Yankos and he's like, yeah, we always choke against Buffalo. So I'm like, what? So I'm not sure. Anything can happen. Tôi nghĩ chúng tôi cài người nhà vào của đội tuyển Yizhu. Giang Văn Cót.哦，卡利斯塔啊，有变化，那猴子可以抢，说实话，那确实可以抢，因为你弗雷哥也搬掉了嘛，你弗雷哥搬掉，现在猴子是剩下来绝对的 T1 啊，是，就没有人能与他比肩的，所以这一手看一下 EG 的选择吧，没得考虑，嗯，盲僧，但你中单的你要拿中野吗？拿中野现在妖姬啊 ，EZ 啊。都是一个比较 抢手的嘛，包括船长啊、嗯。哎，你看啊，三皇，如果右边敢拿勒夫兰的话，左边反手一个威古斯，其实勒夫兰不好打的。这就得硬拼操作了呀。对 ，EZ 先拿，没什么问题。现在看看一下要不要抢手中单。嗯，你要抢勒夫兰的话，你就得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威古斯这样的英雄，还是盲僧。选盲僧的话就想再看一眼吧，再看一眼，看一给一下中单 counter 位、啊、对，他这边其实是拿了两手我觉得属于百搭的英雄，对吧？不论是 EZ 还是盲僧，他不会出错的英雄，哎，不会出错的英雄，哎，也可以发育，也可以进攻，是的。看一下 G2 这里做何应对，尤其是下路的选择，他搬掉了，哦，直接拿卡莎了。卡莎 G2 昨天表现得非常好啊，而且卡莎打 EZ 对线也可以压线。是的，我看一下要不要拿辅助，洛或者派克要不要抢一个呢？对，但是甚至泰坦也在外面。对，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拿一些配硬控的辅助出来。嗯，泰坦配卡莎很万搭呀。对，中单不啊，中单我直接拿了，这就是自信。因为刚才 EG 其实有先手拿勒夫兰加盲僧的这个权利的，但他没有直接拿。是，就拼友感觉还是想稳一手吧，就像马导说的，要不要选一手维古斯，然后打一个防守反击。对，你说如果他真的有自信感，先亮勒夫兰的话，其实他完全可以什么 EZ 加勒夫兰，对不对？第三手拿盲僧、嗯。是的，但是还是想求稳吧。是，拿了女坎，
那看一下他们要不要两班辅助。因为女坦在面对，如果比如说啊，以基督这里的选择是泰坦或者是洛，其实女坦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还可以，嗯，都还可以。但是配合 EC 的话，只能说如果一起打不出来的话，还是后面也没啥太多的机会。洛和泰坦感觉可以，都可以办一下的。嗯，还是搬了。我在想啊，因为你作为红色方这里一季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就我可以针对一下上路，对吧？针对一下上路，自己拿个船长啥的，如果不办船长抢个船长。是的。因为这么看下来，感觉一季这个板子上路是需要承担大 C 的。对。中路可能要选一个带节奏的。哎，中路有没有一手利桑卓？利桑卓感觉有点小复古。对吧，有没有一手利桑卓，然后上路选个船长大 C， 对吧？等会儿看一下。嗯，没有维古啊，派克办掉，那这样还有泰坦啊。对，还有泰坦。不过泰坦打女坦的话，对线也没啥优势吧？对，就一期感觉下路还是比较注重不让 Tagmas 游起来的。是的。这手要不要搬船长？鸡兔。船长维古斯啊，都不错。船长把船长搬掉了啊，哎，也是差。是，也是察觉到了 Impact 的需要承担大 C 的一个责任吧，赶紧搬掉。那如果说你要上路承担大 C 的话，其实还有一手在里面，就是吸血鬼，对吧？赛前我们也讨论过的。是，吸血鬼打一些，就是对位发育都是不错的。对，这边应该是选手中单把 counter 位给上单的。对，利桑卓、瑞兹都可以啊。瑞兹就票选出了自己联赛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英雄吧。就是也可以发育也可以运营，比较全能的一个英雄。那又是双女神类啊。那我感觉初期节奏盲僧如果没节奏的话，一季这个阵容前期没什么节奏的。这个阵容盲僧很难有节奏。很对啊，那所以右边这所以右边这个阵容你真的不好打呀。而且你说你发育打团，左边这里一个猴子再补一手奥恩，这五 v 五团战你也不好接，对不对？是，你还只能打节奏。也就是说这一把瑞兹是没有发育选项的，他只有节奏选项。最后一手辅助上路选了一个奥恩，也是 BB 最自己坦克用的比较熟练的英雄，然后辅助来个泰坦就比较正常了。对，需要一手锁头强留人强开团，猴子在和奥恩的这种 AOE。 我左边这个阵容说实话打团有点猛，好凶，真的凶啊，真的凶。好，右边来一手铁男，感觉剑魔也不错啊。剑魔也可以，铁男在奥恩的时候 铁男这边直接秒锁了。但是你想想看啊，如果他的想法可能是，如果我拿剑魔，其实五 v 五里面，剑魔面对这么多的控制和击飞，他也很难有完美的这个打团环境，他可能有点怕吧，有点怕，就选一个对位能 counter 住的。但是一期这个阵容到了大后期，没有那种特别猛的 C 位，嗯，还行吧，我觉得铁男这一手倒是把这个阵容稍微拉回来一些，毕竟打团的选择和可能性更多了嘛，对吧？嗯。这把的话不管是谁，猴子进来也好怎么样，我给你关起来，那你团战里面就少一个团控。这把还是很看中下的一个对线啊，中下对线下路这边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如果谁不打架的话，放线 会一直被压，然后中路也一样，中路就看瑞兹推线的过程中猴子会不会帮抓一下。那说白了还是看中野节奏了呀。嗯，这把双方看哪边能起来。是，双方阵容选定过后，感觉一季也是秉承着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思路吧。嗯，BP 比较稳健，然后整体偏打团偏运营。G2 的话就是看就选出一个强开的，就自己这两天手最热的一套体系，开就完了。嗯，这边其实他们开团能力从中期到六以后就非常的可怕了。嗯，对吧，他这个阵容不太存在说那种啊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去开，就单单是猴子加奥恩这两个团战 AOE 的控制就已经足够一季喝一壶的了。然后后面还有一手泰坦。对，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较量，蓝色方的 G2 对阵红色方的 EG。 现在 G2 是依然在本季 MSI 里面保持一个全胜的战绩，手感火热。看一下面对这么火热的 G2 一季能不能调整回来啊，毕竟也是老对手了呀，小组赛的时候频繁的一个交手。但每次频繁的交手一季都是败下阵来，所以一季现在心里的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或者说换个角度想，我前面一直在输，我万一赢了呢，对吧？输不可怕对吧？可以可以，
放下自己的身段来，然后尽情的去操作。是，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从阵容的选择上来说 ，EG 这里就没有那么容易起节奏。就你说，而且起节奏，对吧？而且不好起节奏的原因也是很看手感。就 EZ 包括女坦，包括毛森的 Q 都是很看手感的这种。就是你命中率，对吧？命中率直接决定了你这个英雄的上限。是的，那基托这个阵容感觉就很多时候就冲脸的，或者指向性的一些技能。冲上去就完了，包括猴子开个 W 一进人群开个大招，对吧？相对来说操作性上更简单一些，简单暴力一点。对，两边中路第一波换血，而这里勒夫兰 W 过墙留下的视野也是抓住了 Inspire 的初期开野的路线，两边都是从上往下刷，两边的下路确实都是有这种控制技能能够来帮忙先手的。是的，但是 Inspire 这边开野是被发现了啊。嗯，蓝色方这边的开野好像是没有被发现，下路这边基本上也能开到，是下路这边辅助抢草泰坦抢过，那这样卡莎应该是可以一直压线了。对，卡莎一直压泰夫的换血，一级上去硬踩了一波，这个有点没道理，说实话有点没道理。你打瑞兹。有没有可能是他刚才觉得我 W 上去踩死一个兵我可以当二，但是也没什么用啊，这边的状态还好，因为瑞兹是喝了两瓶药的，而 Caps 身上还有两瓶药，要在药上面领先一点点。只能等打野啊，等打野看能不能练住。来了，但这波瑞兹状态非常好，是一个满状态的，能练住吗？练住。但是这里要进塔了，应该是不敢打了，而且勒夫兰这里是没有带点燃的，如果勒夫兰这波带点燃的话感觉可以逼个闪，但是没带点燃，这个你看瑞兹就很稳，对吧？知道你伤害不够的，主要知道妖姬没三级吧？如果妖姬有三级的话，他应该是要交闪的。是，但这一波猴子也算是帮了点忙啊，帮助中路把瑞兹的这个 TP 给打了出来。是，勒夫兰身上还有一瓶药以及一块饼干，还可以持续的赖线，而且把兵线回家，对，兵线这里卡的也是让瑞兹比较难受的。瑞兹这边也没有出女神之泪嘛？对，回家太早，钱不够吧？哎。他刚才回家可能就真的是钱不够，就正好350，不能再等那么久了。对，不能再等那么久，应该是这样啊，撒谎，要不然的话，就大概率得补个女神泪出来，大概率等个十几秒也得等，估计得等个半分钟算了吧。我估计这350都是他等来的，你知道吗？有可能吧。好，那现在的话，看上去由于 Yonkos 一波对中路的 gank， 让中路也是过得比较舒服了一些，而这里。后面草的视野又是发现了盲僧的位置，是感觉G2这边针对上半区的视野布控的非常好。Inspire 的这前面的一个刷野路线，尽收眼底。对，就你如果盲僧一直被看到，那其实导出了一个次生的东西，就是下路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压线，然后盲僧找不到节奏。对，而这边你看盲僧往上靠。那这个时候都在眼里啊，上路 BB 也往后撤一点，那盲僧突袭真的很难受啊。BB 这边也是自己的回推线，可以慢慢的去，吃经验，无所谓的。对，其实这一波应该去中路帮忙推波线的，因为已经推过去了。瑞兹这一波就是打空了蓝，硬推线，要获得一波回家的 timing。勒夫兰交技能清兵了，那瑞兹还是选择了吃药回来再清一波。是，其实瑞兹这个发现。就已经拿妖气没办法了，哎，是的。哦，上路反而猴子来了，哦，这个视野卡的刚刚好，过去撞飞猴子异能能不能跟上？跟上了，直接配到了个普攻，拿下了一血。哇，这波猴子的视野卡的太漂亮了，卡的很极限，而且 BB 这边配合的也非常好。对，哇，这边刚好还给击飞了，导致 Impact 交出闪现都没有能够逃过一劫。我看往中路走了，但是这一波往中路走没什么机会啊，没什么机会。 Caps 这边的话他自己的思路很明确，我打瑞兹我自己发育好别被压就行了，所以说他也不着急的去做进攻。哇，上路这一波 BB 这边找了机会，他那个机会其实让大木这边也不觉得很明显，就可能觉得啊，我不能让你推线，所以我冲上来顶一下，顶飞你一下，是，所以说他没有第一时间交闪现躲晕吧，很细，心理把控的非常极限。对的，暂停了。那其实我们分析一下这现在整个的局势啊，首先中路瑞兹的 TP 节奏是不如勒夫兰好的，上路的 TP 节奏也是，因为上路你现在落后一个闪现嘛。哎，那整体来说这样的一个开局到底该去哪呢？
等六级再说吧，等六级再说吧，就等六级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吧，下路配合女坦能不能找点机会、嗯、是下路确实是一个可以去发起的点。嗯，一季这个阵容本来选出瑞兹和女坦加 EZ 的话，想在中下一直推线的，包括上路有 counter 位嘛，上路 counter 位自己被拿了一血，然后中下有推线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也没有对线的时候也没有把握住，整体来讲一季还是非常被动的。但也可以这么说吧，两个武林高手在过招的时候第一招出来 G2 已经占了上风。嗯，就前面阵容选完也提到了，就 G2 六级之后就开始发力，但六级之前的话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些被压制，甚至还打出了一些小优势，下路有线权、啊、中路在回家的 timing 上也更舒服，上路还拿到了一血。 Inspired 要感觉稍微的要做一些更多的进攻尝试了，苦呀，他也想尝试啊，但是初期的路线都被看得死死的，他也没有机会能够去绕过视野去线上打，前面这两个眼位还是挺刁钻的、嗯，这两个眼位再加上 G2 的中上的这种对线的思路、嗯、就中上的对线的思路就是六级之前我不出事，完全没有给到盲僧对拼的机会。这里画面转回来了，猴子旁边很稳 A 一下回头，没有被天一波击中。哎，那这样的话就不让你回来吃线吗？说实话奥恩前两波技能打完了以后、哦、抢六级，但是这里有护盾，看一下后续的伤害够不够，因为这边是领先一个闪现的，但自己不太敢上了。伤害差的意思。对啊，就我刚才就想说这奥恩有点猖狂对吧，想试试伤害吧。是的，一套伤害全打完了，可以等下一波、嗯、但是 impact 也是马上就要到六了。另外一边蓝色方式拿下了第一条水龙，给对线的诸位都舒服了不少，主要下半区的一个视野做得非常好啊。这边打断一下搞搞心态，硬打断，这我顶一下防御塔也要打断你、啊、那瑞兹也只能硬回家了呀，自己没蓝，哎，回不了回不了，这一波回要损失很多兵的，因为他没有 TP 嘛、嗯、那我感觉可能需要打野过来帮他解线了但下一波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可能啾啾票这边也回不去。上路这里打造一下装备，盲僧选择了入侵，但中路有线权，G2 这边肯定要过来的，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一个五级的盲僧发现对方中单动了，自己赶紧往后撤，算了瑞兹刚才是换了个心理术出来，嗯，然后再把这波线送进去，猴子去中路。哎，哇，这一波看一下金属这边有机会啊，这边很难受，旁边有乐福兰，但是大招已经给到了 BB， 交闪线拉开这边完了， Impact 现在很尴尬，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只能等啊，人头看账给谁吧，乐福兰。哇，这样的一个开局上路有点崩啊，自己主要是自己有 counter 位的一个金属选出来，这个发育是真的，调整下心态吧，只能调整下心态但确实是第一波 Young Pulse 那个卡视野，包括他 W 过去以后又交闪跟上伤害，那一波是挺难防的，那一波想不到，真的想不到，只能说学到了，对，就只能说学到了这么极限的一个gank。那现在上路零杠二呀，打得非常的难受，而且乐福兰还拿到了刚才这个人头，嗯，你让乐福兰先动起来的话你这边就很难受了。这里在视野内回家，最后时刻先击飞给 QW 打个被动，有线权的中单先赶过来之后金属这边就很尴尬了。哎，你觉得 Broken Blade 这一波不交闪是不是也死不掉，因为求稳好像没技能了，求稳一下吧，可能求稳一下，觉得被关了时候有点慌，有道理，嗯，因为自己的技能写都在 CD 当中嘛，这波主动打，对，借助自己上路的优势吧，包括下路的组合也已经赶到了，下路的辅助也已经赶到了战场。是这个时间点 EZ 没那么好赢，但是 EZ 先到啊， EZ 先到，还是要上，想抢到了。但是看一下这一波啊，那羊直接撞起来，完了，盲僧交闪还没撞起来，而猴子这里第二段大击飞了铁男，自己没有死，铁男自己这边拉了一下一个 Q， 能杀掉吗？差一丝血，完了。摸不到呀，摸不到呀，而且看图再逼一下位置，瑞兹这边打出一个加速的赶紧溜，还好这边辅助女坦是过去把这个先锋拿了下来，如果这波先锋也是 G2 的话，那可以说EG已经彻底崩了，还好留下一个先锋，还好抢下先锋来了呀，对的、嗯、这波EG打不了的原因也是因为金属短个大招吧，金属短个大招，然后瑞兹这边打针对五打五也少个大招，
真的根本打不了。这波我觉得 EG 接有点急啊，其实抢到了以后其他兄弟们可以撤了，就盲僧拼命去拿一个先锋就好了，对吧？嗯，但是 Walker 这边知道猴子想针对猴子，但猴子自己太滑溜了呀。勒夫兰这个链子真是要命啊， Impact 被链在原地动都动不了，面对一丝血的勒夫兰就差一下普攻。嗯，那这个先锋拿下了也是打断G2了一个拿一血塔的一个进攻吧。对，还能接受，还是挺重要的。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打资源团了，任何一波的资源团EG现在都没有接团的资格，除非怎么着，除非就是中下有线权的那波出去做好视野，然后利用视野看能不能埋伏一下，如果埋伏不到就溜算了啊。对，你得先偷一个，如果你正面拉开阵势来打的话，左边这个阵容现在打团太强。对，而且是不讲道理的那种，不讲道理的强，他们不需要什么一定要什么命中一个技能，他们的技能太好命中了。而且刚才两波打完以后，勒夫兰直接是拿到两颗头，这样的话 Caps 在等一会儿团战里面就不缺伤害了，说白了这边又关到了 BB、哎、没拉到，而且瑞兹这边开车赶过来，奥恩这边应该没那么走了，奥恩已经拉开，身上没有闪，一直打药没有刮到，这边进塔硬杀、哎、Q 闪还差一点、哎、烫死了，但 Caps 来到了这边战场，怎么说 Caps 这边也来了，觉得算了吧，猴子在下路自身难保啊，要赶紧清清线溜，他不能清线就 W 溜就好了，是赶紧溜，这个时候还贪恋这波线的话可能要出事，再回去打一个回马枪。嗯，看到河道、哎、这边一直要回家了嘛，赶紧补补线。但是由于你三个人出现在上路啊，基兔也是给下路来了一波压力，帮助这个卡莎在下路拿了一层镀层，而且这条小龙也可以算是拿下了，对，气势打出来了吧，是的，让金属拿了一个人头，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先来看一下这波精彩回放。嗯，那个的先过去，大招直接给，应该是中上的一个沟通啊，就瑞兹觉得哎我这波可以抽身，你赶紧关，关到之后就拿下了。不过 BB 这边也拖了很久啊，对，这波如果奥恩有闪的话还真杀不掉，而且换掉了 Impact 的一个闪现。嗯，但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赚的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右边的阵容是打不了团的，那还不如我拿人头拿镀层，对吧，养养金属嘛，对吧，养养金属，对、啊、因为金属出期太惨了。是，画面一转，先锋撞了钟，然后鸡兔这边拿下前两条小龙，本场龙魂是海克斯龙魂，这海克斯龙魂猴子太舒服了吧，是、啊、就各种 坐车绕后，可能瑞兹和 EZ 比较难受吧、嗯、打团的时候，就我这种本来比较灵活的，由于这个传送门我的灵活好像作用不是很大了。嗯，但这个局面来讲 EZ 也算是把这个经济差维持在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吧，那这样到了中期打团的时候的EG是有一战之力的，就等 EZ 和瑞兹发育成型的时候，但是那个发育成型，因为还有一点我觉得啊，就是这把龙的节奏太快了，嗯，也就是说等一会儿在这个20分钟左右的时候你就得去打龙魂团了，这什么概念，就 EZ 可能魔气还没摸出来呢，对，那个时候 EZ 还没有发育成型，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给到了鸡兔海克斯科技龙魂，那正面的团战即使你发育起来，其实鸡兔也不会怕你的，对不对，是，就是初期龙的节奏，如果说 EG 现在身上哎小龙一人一条，我觉得 EG 这一把的胜率可能要加个两成，这波反蹲到、哎、危险，被秒了，漂亮，这一波勒夫兰有一点高估自己了呀，或者说是没有看到盲僧在身边，第一时间的话是想强练瑞兹，但是尼斯拜的这边的一个反蹲做得非常好，就正好在旁边，正好在脸上，没错，下路这里是指了一下卡莎进化直接解，猴子在旁边被 Q 到了，但这一波踢到，因为盲僧没大招嘛，所以猴子也是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嗯、就打一套吧，是，而直接给大开车交了闪现， Tigress 能不能跑，一高勾到了防御塔，进塔了，这里马上再交一个 TP 来保护，甚至鸡兔还不想往对面走，不过猴子这里被盲僧粘住了，两边的 1v1 九级打八级，这边猴子可能有点打不过，还好交假猴挡了个天音波，哎呦还要反身反打，但这一口治疗直接弹了起来，瑞兹交闪现定住猴子，又中了 Q， 猴子跑不掉了，Caps 这边绕后交闪过去打一套能杀掉吗，没有，鸡兔全乱了，要全乱了呀，丹尼这边一个虚弱完之后Caps 这边没有后劲了，不是
鸡兔他们仿佛觉得自己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你们打团能力很强、啊、得打团，是啊，得打团啊，这一波G2连3的送啊，感觉太上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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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尤其是 Yankus 这波一个闪现E吧，这闪现E可能也没有想到毛森这边摸眼拉开距离，对，他可能觉得勒夫兰从后面包过来了是有机会来和你做个对抗的，是的，这波 Inspired 这边拉扯的非常好啊，拉扯完之后让G2这边中野各种上头给拉扯麻了呀，是经济实现反超，那这样这个局面没那么好说了，本来G2这边一直把握着进攻节奏的，这波进攻完过后现在有点小劣势，需要调整一下心态，看一下刚才这一波、嗯、啊，刚才勒夫兰是连续阵亡两波对吧，你看中路 gank 死掉了、啊、这一波踢过来又死掉了，又裂开，对，这一波江古斯是觉得哎，自己 W 躲了盲僧的天音波，感觉自己很帅，但后续的话自己有点小上头吧，主要瑞兹在这边，而且勒夫兰的位置也是被盯死的，嗯，他交闪过来踩的这一脚，但是没有打出印记的伤害，然后再加上个虚弱啊，对对对，又被中单靠了个虚弱啊，一岁的虚弱嘛，哦，一岁的虚弱，靠完之后就有点绝望了。下路这边看一下医学塔谁能够拿下来，下路丹尼有点机会，但这条小龙我觉得挺关键的，就是鸡兔其实啊，他这条小龙还是能打团，你要打呀，这个时候这个还是能打团。卡莎刚进化 Q， 进化 Q 之后现在爆发很强的，是的，就看能不能打一个好的先手，想阴一波。这波团战决定蛮多东西的，如果EG这波团战能够赢下来并且拿，哎呦，又是后面的一个小眼位，但是盲僧发现了，嗯，知道自己暴露了就要比不知道自己暴露好太多，是，现在就要看下半区三打三一个做视野能力了，谁先做好视野做出去可能这条小龙就更好，谁更好接，奥恩已经在往下走了，哎，但是又回去了，奥恩身上是有 TP 的，有 T 啊，看一下 Caps 这个位置，看到两个人直接往后拉，凯布斯自己没有闪现的情况下还是 poke 的过程中要稍微小心一点，奥恩直接交踢了、嗯、铁男回家补了装备，补了装备以后可能还要交踢来到正面战场，而且这一波铁男是有峡谷制造者以及一块秒表的，这一波团战 EG 是有点东西的，一季要打，而且鸡兔的视野没那么好、哎、看一下他下来以后打算关谁，先打了一个先手，央库斯这边很危险，放了一个大招自己很尴尬，瑞兹先拿起个人头， Impact 这边关了一个泰坦，后续关了出身，一季这边感觉大获全胜了，应该是大获全胜了，但另外一边哦，做传送门过来了，但是马上做传送门跟了过来，卡莎没有拦了，只能交闪躲开这个天音波，这一波很关键啊，铁男这一波关的还是挺漂亮，哎，击飞两个人，但勒夫兰伤害够吗，靠了一个链接直接是杀掉了 Walken， 而另外一边的铁男在这里有点恋战了呀，感觉一季交闪躲开铁男的拉，还想继续拉扯 ，Caps 的技能要好了。然后卡莎先死，但你这边一丝血碰不到啊 ，BB 这边临死前小 A 没有 A 出来，再加一个复盾活下来了。是的，这边勒夫兰伤害就差一点，但是猴子复活了，做传送门直接赶到战场，面对两个残血的一级队员，但赶紧溜，赶紧溜，我也有呀，传送门直接溜了。是，哎，但一季刚才不追拿小龙就好了。你觉得呢？但一季已经顺势拿下小龙来了。啊，对对对对，他已经拿下来了。后面的话，他这波追有点，有还是少亏了一点点的，你觉不觉得？还行还行，有点恋战吧，但是退的时候比较，对，退的时候也比较果断吧。是的。这一波往后拉，上路瑞兹已经去带塔了，感觉一季的节奏起来了呀。是。主要正面这波团战前面说到的这条小龙谁视野做得更好谁更好去接，但鸡兔这边视野完全做得很差的情况下硬接，一季这边打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团战啊，来，而且这边瑞兹的等级12级也不错，嗯，戴普斯下路拿一座防御塔，哎，现在正面打团一季可以去稍微的跟你玩玩运营了，一家选手给到了一季的中单瑞兹，这把瑞兹配合盲僧的一个节奏把控的还很不错呀，前面虽然被打出一波状态来逼出 TP 了，但自己无论是补刀和打和找机会的一个能力都发挥的非常好，是的，看一下上波团战鸡兔这边河道没有任何的一个视野，然后正面接的时候猴子这边是被瑞兹先控到然后打残，哎，这波 Instar 的打得好啊，他先把勒夫兰踢回去，然后一个人 solo 掉小龙再来参团，
是，而且 Impact 的这边关注泰坦过后也是很果断，就是很果断的吧，让猴子和泰坦第一时间没法形成一个反挡。是的，这里阴到两个秒掉辅助，但后面的话 Inspire 这边绕后，G2 这边也是不知道的呀，卡莎这边没有双招，这个位置也尬住了。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莎没蓝了，对不对？嗯，没蓝没双招，没有。对，没蓝没双招，他们这个阵容真的要靠双飞打伤害的。是 ，EZ 这边又一丝血没有被 BB 这边收掉。是的，看一下上一波团战这边的伤害，猴子确实比较惨啊。对，猴子被就啥也没干，是直接被控到死了，基本上。对，这波时间也没来得及，没有能够成功拿下第二个先锋。对，19分55秒没有 rush 掉，是的，还是回虚空了。而且有点浪费时间呀，这个局面感觉盲僧包括金属打团的时候有点限制不了了，因为他这边出了很多魔抗过后只有卡莎对他们有威胁，但卡莎自己这把的一个发育很差呀，很差。这一波这个大影魔刀一出，其实洛弗兰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盲僧了。是的，自身没有任何的一个额外的经济收入，但反观 EZ 这边20分钟魔切马上到手啊，现在这个局面、就是、现在我们回想的话其实就是那一波浪，那不能算浪吧，就连续中路两次 Caps 的阵亡，想拼操作吧，央猴子想拼操作，那一波那一波打完以后、嗯、其实节奏就有点丢掉了。是的，就直接中断。是的，看一下经济对位情况，盲僧这边领先了800块钱，而中单这里的话是几乎一致，在 AD 位上面红色方是领先300多，就现在经济的差距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只是说几乎这个阵容一旦处在劣势的话，他们就会稍微有一些伤害不足，就到了大后期的时候很看卡莎的一个发挥和发育，但卡莎现在发育很差的情况下是让 G2 这把是有危险的，所以说是感觉今天 G2 的不败金身没想到第一把现在东大很大呀，东大很大，东大很大。下波团战，我认为下波团战猴子也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下波团战，我觉得一期很好赢，就正面保着瑞兹打就行了。是的，现在伤害有点不足呀。你看正面几个人，他们都不能够快速的去处理掉，就能够给 EZ 一个很好的这个输出空间。而且因为猴子不肥，其实你要单人去绕后切 EZ 的话，你是切不掉的。没那么好切，而且 EZ 这边。对，丹尼这边很聪明，自己带了一个虚弱，你自己被单切的时候一个虚弱也能拉开嘛。对， BB 这边把上路一塔掩护的带掉了，上路一塔确实 G2 目前开始运营了，也像运营得保，对，也像我们，对，也像我们说的一样， G2 可能自己也觉得打团没那么好打了，需要拉扯一下，需要等一下卡莎的发育。上路二塔想摸，但是猴子低山没有出来，埋伏了太久，没有给到时间吧。因为 Impact 这边也是成功的回防守住这个二塔，接下来一击需要更多的进攻才行，因为到了大后期的话，猴子和卡莎到了他们完全体的时候，那这样一击就没有那么的有强，就没有那么强势了。对，现在其实是G2阵容的一个真空期。对，然后一击这边完全成型过后，对，完全成型过后的一击需要逼大龙啊，如果想破。你说，但你想一下，其实这里先看一下能不能阴一个成功，阴到了直接秒杀。这边 Caps 的一个爆发好高啊，他出了一个法穿唱之后，这个女坦他开了 W 和没开一样。对，这边利用你女坦阵亡的间隙想要去动一下上二塔，但是有两个人来防守，还是要走。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你觉不觉得就是铁男这个点选的还挺妙的，对吧？即使到了大后期，他盯住你一些，比如像猴子这样的英雄，或者卡莎这样的英雄，让你正面直接损失掉一个关键的技能。而且你看这个装备，损失了还损失了经济。对，泰坦和卡莎都出了两个水银，是的。哦，是的，哦，这两个水银，那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卡莎其实对他第三件装备的要求还挺大的。他自己带了个进化，又出了水银，确实打团输出空间比较恶劣吧。那就还得再往后拉。对吧，他还得再往后拖才行，第三件得出一个巨杀呀，就是巨杀的大清雨，这样打前排才够看。是，以及现在开始频繁的抱团做上面去的一个视野，看一下 G2 这边一个防守的期间能不能把视野把控住，包括这个大龙能不能把控住，这个大龙稍有不慎的话一击可以去 rush 的。
对，但是现在其实小龙上EG已经两条了，你这样去累积，G2现在反而是着急的那一方。从十四分钟开始，EG一波接一波就把局面打了回来。那现在EG感觉他的一个进攻的欲望没有那么的强烈，他进攻欲望没有那么的强烈，就做好视野之后，感觉两又想去带边线发育了啊。也给予基础 EG 应该也在运营、对吧，他们不着急去跟你做，因为左边这个阵容其实很容易被抓住，就是很容易抓住 EG 这里的漏洞和破绽，开团能力太强了，所以说一个强队把握住自己的那种短暂的强势期做更多的事情也是考验一个强队的标准啊。EG 显然可能运营包括发育自己的给予自己时间太久了，然后进攻欲望不够强烈啊，没有把握住这段时间。散黄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应该去压榨G2的生存空间，对吧？是，然后压榨视野，逼迫G2做一些那种受迫型的失误。是，但反观G2这方面感觉有点太平稳了，就卡完全持平。之前对卡晒在之前，猴子也在发育，等一会儿装备的差距可能就没有这么大了。是，奥恩也开始打装备了，奥恩也很开心啊，等级越来越高，给自己兄弟们打装备。已经打了，给卡莎发了一把。是的，这段时期G2僵持住也是自己想看到的这种情况吧，就是一击别进攻，哎，咱先互相发育，奥恩打打装备，卡莎成型之后我们再打团。也行，一击和G2好像两边都挺接受现在这个情况的，都挺接受的。我也不着急，你也不着急。这下一条小龙，看一下G2要不要去掰掰手腕。但是感觉可以放，你觉得呢？我感觉还是那个点吧，就是看中线和视野吧。中线和视野，我觉得EG目前是小有领先的。就EG如果利用目前的一个条件做好视野和兵线的时候，G2不得不放小龙。但是如果没有做好的话，G2可能会去尝试一下。G2站在这个位置有想法吗？其实有卡莎的话倒是可以，哎，你得赶紧拉个大看一下，是确定没再打。这边G2的一个中野啊，中野一直在上路给予瑞兹一些那种威慑力，让上半区的一个兵线推不过去，所以说G2利用这上路这个兵线，上半区视野做得非常好。哇，瑞兹三件套了，你看EG这个出装其实挺过分的。EZ 要出容错率高呀，容错率太高了，EZ 大影魔刀再一出，他其实真的就不怕尼洛弗兰了呀。上路二塔要带掉了，瑞兹这边踢到下半区过后，可能就是想把这个听牌龙先拿下来再说吧。但上路这边需要回访一下呀。勒夫兰的单带嘛，这一波哎，这边小龙说还有视野 ，Caps 可以不回家呀。那这样上路的高地塔都有机会，怎么说？不知道兵线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真的要去推高地塔的话，其实 Impact 还有一个 TP 的。是，所以他可能自己也不急，就是你敢推，哎，你敢推我就把你逼走就好了。刚才可能没什么兵线吧，如果兵线够多 ，Caps 肯定要摸一下的。应该摸得起，但是可能没摸太多。是，EG这边也是成功的把 Team 牌的一个海克斯龙给拿下了。这果然，如果EG这把拿下，不太敢打这波。是，如果EG这把拿下四条海克斯龙的一个龙魂，感觉。EZ 是很舒服的，因为 EZ 这边有各种减 CD 和攻速，他到了后期的一个上限会高很多。包括盲僧也是的，盲僧也很吃攻速和减 CD。是的，就下一条龙一定是G2要去打决战了。但看一下卡莎的装备，卡莎这边大青羽还差大半，还得多发育一下。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一边是奥恩发了的卢登的，然后再加上帽子和法穿，他现在正面是有秒掉你一些脆皮的能力的，尤其是瑞兹，就瑞兹这边是一身护甲呀，对，他一身护甲，他没有魔抗，他很难受的。是的，你看似瑞兹很肉，但是他自身魔抗很低，万一被妖姬开到的话，他自己其实很容易被打残的，而且打得很残。我感觉这可能也是G2现在唯一取胜的方法了吧，就要靠勒夫兰去偷，在取得人数的优势以后，再依靠猴子和奥恩去留人。正面纯五打五的话，现在EG其实是不太怕你。EG确实不怕，但是EG自身也不着急。可能队内的语音是觉得我没那么想 ，rush 就是逼大龙，我就等龙魂，咱龙魂团建再说。
哎 ，Walker 这么个危险孤岛，又是 Walker， 但是有一个金身，上面走不了了呀，感觉，交一个闪现，这个闪现还要交。后续卡莎进场爆发很高，再配合 Caps 一个爆发，一击的双组先倒地 ，JoJo 这边一丝血也走不掉，掉大龙了，一起来的一波。就其实你扔 Woken 走就好了，只此一个辅助的话，不会掉这么重要的资源的。这波团战突如其来的一个做视野，只能说 G2 的一个野辅配合 Caps 又逮到了 Woken 了。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嘛， G2 现在最大的一个获胜条件就是先抓住你的一些走位的失误，然后由于他这里开团能力太强了，一旦你恋战，你是不可能走得掉的。刚才我们也看到，对吧？泰坦、奥恩、猴子这种团控，你想撤退是真的挺难的。讲道理，第一时间我是感觉女坦卖了算了，就感觉他不可能走得掉的情况下，一期整体的一个队内第一时间的一个语音沟通是非常混乱的，就卖又不想卖，沃肯这边自己交闪现，又继续的让基突有更多的理由进场。而且他是开了个车送了个盲僧过来，盲僧落地以后什么都没干，兄弟们全乱了。就这一波真的第一时间撤的话，其实不会损失什么的，对吧？死个女坦辅助嘛，死个女坦，然后G2这边可能会逼下大龙，但EG这边也可以过来守大龙嘛，对吧？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是，刚才盲僧和女坦的表全交了，他下一波已经没有这种保命技能了。下波做视野的时候要更小心一点。是的，而且现在接下来几条小龙，本来一技稳稳的拖到这个龙魂自己拿下来的话，其实优势是有的。但这一波打完，你很多的Caps 的偷伤害开始了，17级的勒夫兰，等级非常高啊。而且上波团战 Caps 没有交闪现啊，他自己有闪现秒表的情况下，接下来他的一个视野压制力是非常强的，一季这边野辅就不敢出去了。打了很久的好局，就因为这样一个放不下的 Walken， 把整个局面已经完全送了回去啊。是，利用这个大龙 buff 的推进，现在 G2 已经是经济领先了5000多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度过了卡莎和勒夫兰这个阵容的真空期，他们现在都三件套了，正面已经开始对你有威胁了，爆发很高了呀。对，这条小龙一季出不去啊。现在一击只能暂守中二塔和下路高地。是的，奥恩在旁边打打装备，开开心心，又补了一个水银，三个水银了。现在铁男阿兰能关的人就那么几个了，关中野，但关中野没什么收益啊。是，除非你能把第一时间进场的猴子给他关了，可能还有点用。现在 G2 也没有那么着急进攻，先把小龙拿下再说吧，先把听牌龙拿下再说。是，一季这边在前面正面，这个时候走位要稍微小心一些啊，感觉他在演身后千军万马，我跟你说。他想卖一下，因为他自己有水银嘛，有水银有闪现嘛。直接选择了后面开龙，泰克曼斯继续顶在前面，凯普斯在旁边，但是被 Q 到了，凯普斯现在只有半血，不过还好龙是成功拿了下来。一勾没有勾到，这个时候奥恩开大了，能撞几个？正面一撞，撞了个寂寞。勒夫兰过去拉了两个链子，把铁男打成了半血。这个时候要撤了呀，对于基图来说，大招一流，流到 BB 被打了回来。卖奥恩吗？卖了吧，不卖。没有卖。硬打女坦先倒的。瑞兹这边还在打一个POC， 让基图这边往后退一下。杨库斯这边被关到，但自己战力太强了。大木这边自己很危险。同时泰坦勾到了一个啾啾票，啾啾票这边也是要有顺势被秒掉，后续丹尼也走不了，那这样可以尝试一波吗？一波了，应该是一波了。这个时候盲可以尝试一下，凯普斯这边是有GG的，可能想去断线，但是这个位置被眼睛发现了，那就断不了了呀，断不了了。这波带了兵线过去的话是很难想去偷人，泰克马斯在后面血量很残，不过正面毕竟是五人骑啊，这一波感觉一击是有点顶不住了，应该是可以一波了。这波团战真可惜啊，对于EG来说确实可惜，只能说野辅做视野包括整体的一个指挥太过于的保守吧。对，这边 Vulcan 这边也有点气不打一处来吧，直上来拖一下时间。Inspired 这边也很危险，被链住过后要被控死了，直接打了一波 Ace，就看得出一季在中期的运营上还是出现了纰漏。而G2这个阵容，他强就强在你只要有失误，他抓失误的能力太强了，你是根本跑掉的。泰坦的大招、奥恩的大招都是这种超远距离的留人和开团技能。
这一波对EG来说真的好可惜啊。那恭喜G2延续自己的不败精神吧。是的，恭喜G2。我感觉可能EG自身确实面对G2的时候没有战胜小组赛的一个心魔吧，就小组赛的时候没有拿下过G2任何一场，之后这一把拿到优势过后也有点畏手畏脚，没有从之前的一个阴影里走出来。对，哎，但你说他畏手畏脚啊，那一波女坦的时候又要回去救这那就是因为畏手畏脚，可能让自己的一个就是指挥和判断不够理性吧，啊，不够理性。合理合理。